妈有没有吃到？你听过的，他妈妈嘴巴就吐火，变成火炭，吃不到。所以目犍连又很哭的回来找佛陀，佛陀啊，我是神通哎，我给我妈妈吃饭，我妈妈居然吃不到。佛陀说没办法，饿鬼道，他福报不够，吃不到。你要把这个饭菜先替他供养供养佛菩萨，佛菩萨加持，或是跟他念咒，然后再给他，他才吃得到。啊，所以各位很重要，你把这个饭菜供养出家人，供养佛菩萨，那这个供养，那佛菩萨出家人吃饱的力量，这个力量就可以给恶鬼道吃饱，这个很重要啊。然后还有一个直接的方法是把这个饭菜念咒，辨识咒，等下会教各位。那么少瓦旦太多，我都是利用三不来三不来哄，然后这个饭菜就会变成无量无边。你只要念三遍，整个英国地区的所有的树神啊、土地神啊、鬼神啊，通通都可以吃到。你为什么要念咒？很慈悲的，而且吃到以后还可以怎么样？来，念一下，恶鬼升天。哦，太好了。所以我希望各位，那昨天因为我们去那边有很多海鸥，那我们就在他这个婶婶的坟墓上。铺了很多面包，铺了很好看，上面加饼干。我们台湾人说这个叫"地蒙爪”，这里面有没有台湾人举手一下？啊，哇，好吧，没半个，就我。啊，但是台湾人、福建人有这个习惯，就是那个纸上面压个石头放在坟墓，啊，就是代表应该是代表钱吧，对不对？啊，压岁钱，对不对？钱。然后我们把面包放在那边，我就跟他们说："你跟司机解释一下，这个不是给你婶婶吃，这个是替你婶婶的。因为等一下我们一走，海鸥就冲来了。海鸥干嘛这边跑来跑去？就是希望找食物吃啊。那我们以这个食物布施给海鸥，这个力量，这个慈悲，就可以给你的婶婶得到福报，升天。所以各位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"啊，拜祖先不是拿食物直接拜祖先，真正来讲是用食物替祖先供养佛、供养法啊，供养，或是用食物布施给可怜的老人、孤独的老人，或是修行人，或是所谓孤魂野鬼，那这个力量再回向给祖先，那最好，这是最标准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妈妈生病。你希望他赶快好，不是一直帮他找最好的医生？那当然我们会找，是我们拿这个药去帮助很可怜、没钱买药的人，或是去帮助这些非常有道德的修行人、神父啊、修女啊、法师啊，有道德的人，然后以供养这个有道德人的力量。哦，那这个有道德，它影响人类很多啊，对不对？一个好的法师，一个好的神父、牧师，他可以教化很多人做好事。所以，这个有道德的人，你就拿这个他需要的去帮助他。那他你等于供养了10万人不生病，然后以这样的力量，然后回向，他就会转回来，回向给你的妈妈，回向给生病的老人，他就会觉得，哎，我觉得很舒服。所以来，给我念一下。帮助别人，才是帮助自己。最简单的，你希望你儿子很会读书，那你多帮助那些很穷的、没钱交学费的。我2个月前在美国，我们都印象里面认为美国人很有钱。有一个男居士，他是办教育的，他说："师父，我老实跟你讲，美国有5000万个小孩子在饥饿的状态。"啊。甚至有时候他们没有钱去上读书，所以看起来很进步。你们台湾人，各个银行摆一大堆钱，美国人银行放1000块美金就要调查了。你怎么会有1000块美金啊？这么多现金，那代表他们看起来这是因为好处，可能也像英国去，因为政府的制度。
办得不错，所以看起来很好，但是个人没这么多财产，贫富悬殊吧，那我觉得中国人，我说那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，中国人是家产很多，银行很多，地下室还搞不好还藏了一堆人民币，那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个特点呢？你讲孝顺父母，超度祖先。世间第一福报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啊，像各位现在移民到英国来，你无论如何要在家里写一张黄色的牌位，再小的玫瑰，你姓陈，要写个陈氏历代祖先，天天供养饭，但是你爸爸往生了，你知道他叫陈嬷嬷，那你要特别写的哦，先父陈嬷嬷，你每天吃饭的一点点的水。一点点小小的饭供养，一样孝顺。你讲孝顺是世间第一福报，所以一定要。像我每天，出家人是孝顺才出家的，出家就是你懂得孝顺自己的父母，你进一步要孝顺所有众生，当父母一样，包括一只狗啊，包括一只蚂蚁啊，一只鸟，你都要像爸爸妈妈一样的孝顺。平常你在家里要吃饭了，吃一块面包、三明治都可以；要吃水果了，你就先以这个食物替父母、祖先、替众生供养三宝。这也是我们本来就要做的。就说我们学佛了，新的食物要吃之前。我们都想先供养感恩的意思，佛法僧三宝，然后也感恩我们现世的父母、往生的父母祖先，要先感恩，他们先吃。那先供养完以后，再把这个食物呢，拿一点，七颗米而已，就像各位你那个水里面有七颗米，那如果你在家里吃饭，就弄七颗米一条面，然后呢？布施，布施给谁呢？念一下，冤亲债主。一个人身上如果负了冤亲债主，你就觉得那边痛那边痛，因为他给你讨债。那如果你不超度他，就变成病，变成病以后就有一点麻烦了。那如果你经常，所以佛经说，你就算得癌症最大的病，连续14天2个礼拜。用面饭粥做一点点布施，去倒在外面的树下，给孤魂野鬼，也给那些动物啊，他们也会吃掉。重大病苦可消除，就会消除病苦。那如果你觉得业障很重，业障很重，那你只要连续做7天，那你就可以改变这个业，就把不好的业给消除掉。为什么？慈悲的力量，慈悲的力量。那所以各位，你每天都要吃饭，那你都可以做。所以呢，跟我念一下啊，来，供养佛，供养法，供养僧。如果你家有佛像，你要看着佛像在供养，再来供养所有护法神。供养伽蓝菩萨、关圣帝君，供养南极大帝、雷祖大帝、西秦王爷，因为这四尊神明生日啊，然后呢，那来供养所有护法神，那你家里有土地公啊，你要观想地基主啊，你要做生意没有拜土地公、地基主。也发不了财，所以这些护法神的供养，意思是说供养三宝、供养护法神，供养完以后，那你就要开始了，来供养父亲、供养母亲、供养七世父母、供养历代祖先，供养冤亲债主、流产胎儿，供养牌位众生。供养一切众生，
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嗡啊吽。他现在跟我念辨识咒啊，等一下本子上面有，没关系，先跟我念，他就会变了，我那些食物就变了啊。来念一次，那么，萨瓦，丹他耶朵，瓦罗兹帝，嗡，桑巴奈，桑巴奈，嗡。那各位就观想，开始观想，变很多就好。现在你不用念，整个世界的食物啊，都变出来，供养了诸佛菩萨，供养了神。也供养了祖先，供养各种众生，不分宗教。那我来念三遍，那你们要想，他们得到很多很多，很快乐啊！昨天我们特别要离开爱丁堡，他们说爱丁堡有一个埋葬了1万多个黑死病死亡的，所以我们特别到那边去念去做啊。那我想有没有超度，另外一回事，就是说慈悲嘛，我们知道了，你就应该去布施给他们。而且给他们药啊，所以来我要念辨识咒。那各位想，他们都吃到了啊啊！那么沙瓦丹奈多瓦罗兹帝唵萨婆奈萨婆奈吽，那么沙瓦丹奈耶多瓦罗兹帝唵萨婆奈萨婆奈吽，那么沙瓦丹奈耶多瓦罗兹帝唵萨婆奈萨婆奈吽。那现在要麻烦各位滴6滴水哦，7滴水，为什么要7滴呢？给天神、给人、给阿修罗、给地狱就朝下，给地狱、给恶鬼道、给畜生道，那后面也点一滴给自己的冤亲债主。啊，既然有牌位，那边也点一滴，希望他们能喝到水。所以跟我念这个甘露水，你念这个咒，一般的水啊，如果你给生病的人喝，他觉得苦苦了，啊，那。一般的水，如果你给恶鬼道喝，它变硫酸、变火了，不能喝的。那所以各位一定要学咒，或是念佛菩萨的名号。假设你不会念咒，至少各位念一下来：南无大悲观音菩萨，啊，加持饭水变为甘露，这样就好了。如果你忘了念，你也请观音菩萨加持他，观音菩萨一定会加持他变为甘露，布施给众生。所以现在要念甘露水真言，各位念起来。那么，娑罗婆耶，耽他耶多耶，大智塔，嗡，娑罗娑罗，本来娑罗，萨婆诃。好，所以我要念三遍，那各位就负责点水，好不好？但是你点，你是从广东来的，你是从台湾来的，你是从马来西亚来的，那你要观想这个甘露水。功德也进入了我们马来西亚，我们大陆，好不好啊？那如果你更慈悲，你就会念久一点，要融入埃及那边缺水的地方，哦，印度穷的地方，这样，你要这样观想啊。所以我们念三遍，那各位你要负责点水跟观想来。那么娑罗婆耶，耽那耶多耶，大智塔，唵娑罗娑罗，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。那么娑罗婆耶，耽那耶多耶，大智塔，唵娑罗娑罗，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。那么娑罗婆耶，耽那耶多耶，大智塔，唵娑罗娑罗，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。等一下，饭店老板啊。颁发一人1000块美金，我们来这边把他饭店里面什么孤魂啊、动物啊都给超度了，啊，这些客人呢好睡觉了，啊，这就是慈悲大爱的行动，无所求的，你到每个地方你都做一下。我很希望各位就拿一瓶这种水啊，那你可以把咒语都放上面，你在家里也会念大悲咒，或是你已经背下来，你走到哪里就要学观音菩萨这样。遍洒甘露，啊，路边啊、树下啊、湖木啊、上飞机啊，走到哪里都有帮助。你会念大悲咒，它就变大悲咒；你会念药师咒，它变药师咒；你会念地藏菩萨，地藏王菩萨加持；你会念阿弥陀佛，它变功德水。啊，然后刚刚发给各位这一张咒语，你也可以把它那张金金的抽出来，它永远不会坏，它不怕水的，把它放在里面。哎，就卷起来放到里面，那放在里面以后，它永远都在。这里面有一张，那你走到哪里就可以布施。
啊。